今天早上六点多钟呢，整个是在渤海呢，是有这个强对流云团生成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整个那个地方呢上升运动比较强烈，就整个有一个抬升的作用。另外呢，加上这个海面的这个温度呢，应该说比较暖这段时间，它的这个气压相对来说就比较低，然后周边的气压比较高，这样的话就会使这个水呢有一个抬升的这个作用，是吸上去的这种感觉。